我去内蒙古骑马啦。空气真好。第一天晚上其实我就骑马了，但是就不是那种骑马，我就上了一下马，感受一下。但那匹马好像曾经生病了，就差点被卖肉卖掉了，也就是主人公把它留下来。其实真的骑马是开始第二天。今天是我们来到草原第二天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外面。呜呼呼。我们待会儿要去骑马，昨天晚上这边的星星也特别亮，超美，就在月光下骑着一匹马。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我们骑在马上，别人会拉着你走一圈或者怎么样，不是的，没人拉的，就马上上马之后，人家给自己的马上了。然后我们还以为就是有什么事情，也没有，直接就走了。今天其实就给我们下马威，草原就给我们下马威。一开始我们骑了大半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在树下休息一下，然后拍点东西什么的。再来说话。在树下还待了挺久的，然后我们准备上路的时候开始下雨了。现在下雨了，但是我们还在很大一片乌云就这么过来了。上路上到半山腰的时候，那个雷就在我们眼前，你知道吗？大家知道我们刚刚经历了什么吗？就是本来是特别特别特别热的草原，突然下暴雨。突然下暴雨，而且是那种草原嘛，没地儿躲雨，躲树下也不安全，然后就一路迎着雨狂奔，雷就在1公里以内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坡下等那个雷过去一点，那闪电就在眼前。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好酷的体验，我还是觉得非常的刺激。天哪，我的人生阅历就增添了一笔。然后我在那边真的是两天没有怎么看手机，不起码在那边放空，觉得看那些风景又特别美，什么都没有想。我就在那边看到蓝天白云、大草原，还有那种小羊，就觉得好开心。我那个马的它的性格很奇怪，特别像我。我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就经历两天之后，我已完全的摸透了他的性格。痒痒呀，好多虫，不咬它，不咬它。这样，我的马叫做青鹿。我跟他在那个山顶上拍照的时候，他也特别的温顺。我觉得是他能感受到我很喜欢他。每一匹马都有一首诗。我最后一天还在那边录了一下诗的音嘛，然后第一天我也录了，其实没有感受。但我骑了两天马之后，我再录，就是有一首是讲黑毛峰，就我一开始骑的晚上骑那匹马，就是说他曾经差点被卖掉了。然后，哎，就读着读着就哭了，就是他可能差点就要被卖肉被吃掉了，然后把他救回来了，然后说如果你死了，我就给你埋在东边院子的篱笆下，这样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你也能看到他，就突然觉得不一样。开始读那个诗，读这个故事，看每一篇啊，我都是觉得就这样。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些事情你必须去经历，你才能感同身受。当下那个情绪，当下那个事情，不去经历是没办法感同身受的。
最后一天骑完马，他们开始跟我聊天嘛，聊聊开始哭。因为我把这几天的每一次或者是经历的每一件事，我都把它当成最后一次，所以我就觉得特别舍不得。但是我又知道我一定还会再去，但是可能再去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嘛。但我觉得我现在去还是会去听你。